前段时间，墙内一段防疫人员要求市民戴着口罩吃饭的视频在网上热传。另一段视频显示，在一间教室内，小孩们正如防疫人员所要求的一样，在吃饭的同时快速地摘戴口罩。近日，在墙内互联网上还流传了一段视频，视频中一位女士戴着一种类似鸟嘴的口罩吃饭，她在张嘴的同时，这种鸟嘴口罩的上下两片也会打开。墙内的防疫已经到了魔幻搞笑阶段了。下面我们分享两篇被墙内和谐的文章，第一个题目叫戴口罩吃饭的难题终于解决了，发布于9月30日。有些人是跟戴口罩吃饭杠上了，一群学生在教室里吃饭，被要求戴口罩，于是就有人把口罩往外拉，往嘴里塞食物。仅有一人的饭店老板准备吃面，却被要求戴口罩，老板暴走，对他们一顿臭骂。男子露天吃饭被要求戴口罩吃饭，还被制服人员当场示范到底怎么戴口罩吃饭。再想想2020年4月，高铁上就有人因女孩子摘掉口罩吃饭而不满，质问他们你吃东西的目的是什么。可见三年来戴口罩吃饭引发的争议不绝如缕啊，而戴口罩吃饭俨然成为了常态化时期的刚需啊。古有脱裤子放屁，今有戴口罩吃饭。脱裤子放屁容易，但戴口罩吃饭却颇费周折。一来，不吃的时候戴上，吃的时候摘掉，过于频繁特别麻烦，操作起来太累；二来，食物太容易沾到口罩上，导致口罩起不到防护作用，防疫人员的苦心不就白费了吗？所以，明天就要放假了，大家都要出去玩，现在真的急需要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，解决燃眉之急啊！别急，鸟嘴口罩这就来了。鸟嘴口罩上下各一片，靠嘴部肌肉带动开合，完美贴合吃饭张嘴闭嘴动作，双手得以解放去夹菜，真正解决了不吃的时候戴上，吃的时候摘掉的世纪难题。再欣赏一下戴着鸟嘴口罩吃饭的画面，一张一吸之间尽显从容。如果每个吃饭的人都能拥有这样的口罩，防疫人员哪里还需要去提醒，哪里还会有那么多矛盾，哪里还能闹出那么多的笑话。所以我建议有眼光的口罩商家赶紧立刻马上去买断专利，批量生产，向全国推广，以解决全国人民戴口罩吃饭的难题，利国利民又利己，功德无量。不过在量产之前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着自己做一个鸟嘴口罩，大家一起戴上鸟嘴口罩做个鸟人。只是有一点点不足，这个鸟嘴口罩吃饭还可以，但喝汤喝水还是有点困难。不过鉴于现在好像只要求吃饭戴口罩，没要求喝汤喝水戴，所以暂时再配个吸管就够了。如果以后喝汤喝水也被要求戴口罩，那就得靠别的大神再贡献思路了。最后看着戴上鸟嘴口罩的样子，我总是想起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时的鸟嘴医生形象，你们说像不像？第二篇题目叫弄成这副鸟样符合权力审美，发布于10月1日。前几天有视频显示，城管人员要求食客吃饭时戴上口罩并现场示范，送饭入口时拉下口罩，食物入口后再拉上口罩，这引来一番评论。如此反复上下拉动口罩，饭自然是无法好好吃的，故可称之馊主意。但这不等于吃饭不戴口罩是对的，饭要吃，口罩要戴，如何实现之想必已成为一大现实问题。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今天看到的这张图让人眼前一亮，茅塞顿开。图中鸟嘴状口罩，或称鸟喙式口罩，可以张合自如，适应多种场景，达至两不误，不至为化解吃饭戴口罩难题的一大创造。如此精准戳中市场痛点，这口罩应赶紧申请实用新型专利。仅从实用性、针对性和紧迫性上讲，尽快将之推广开来，善莫大焉。而从民间审美看，它并非完美无缺，要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估计有些难度。鸟喙及鸟嘴主要用来获取食物捕食、叼住、撕咬，也用于攀登、争斗和筑巢。而人的嘴巴主要功能是吃，且要吃得精细优雅的。人嘴和鸟嘴毕竟不可同日而语，人吃饭时戴上的咋看都像只鸟，延伸开来很自然的会往鸟人、鸟样上去联想。这可不是啥好词，多形容某个人糟糕、差劲和烦人，乃是一种侮辱性俚语。水浒和三国里，李逵和张飞骂人，喜欢蔑称对方鸟人。二哥拍案惊奇卷14，大夫大吼一声道，这是个什么鸟人，躲在这底下。如此联想，说来也有些矫情。应急状态之下，公众让渡了那么多东西，还在乎鸟人、鸟样的标签。
管他鸟不鸟的，反正是为你好，为大家好。问题还在于，弄成这副鸟样，不管情愿与否，它符合了一种权力审美。权力审美是指某方面的权力者，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审美的标准来审视某个事物。在权力美学中，整齐划一是为美，清晰翘拔也可视为美的，比如戴上个鸟嘴。若是大家都戴上，整齐和清晰皆具，放眼望去，鸟嘴一片，当是美不胜收的。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美学标准，是因其核心体现着对秩序的严格要求，容易生就权力意志，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的成就感。从更深层面分析，鸟会式口罩的大力推广是有可能的。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·福柯看来，权力想要让人们由内而外地福音，离不开身体的支持，即权力生产身体，塑造身体，规训身体。福柯认为，权力对身体具有两方面的作用，一个是惩罚和规训，另一个是生产性的，激发身体进行各种创造，身体在规训和创造中最终被塑造，其内在机理无非是利用规训的外衣，借助话语的力量对人进行零碎的修正，并制造顺从，再借助习惯的力量将规训内化于心。如此去看，什么鸟人鸟样还真的都不算啥鸟事。很多网友对戴着口罩吃饭的行为以及鸟嘴式口罩进行了嘲讽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些网友的看法和评论。有网友留言，经专家组提议，该项发明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，大家有意义没？没有的话我们颁奖了。另一位网友评论道，虽然，但是还是张口了啊，张口就有空气进入，还是会给病毒入侵制造机会，应该直接插管扩大营养液。还有网友说，吃饭戴口罩的难题解决了，太高科技了，领导先戴。有网友留言，真服了，只能做鸟人了。另一位网友评论道，自己把自己禽兽化。还有网友说，这应该是诺贝尔文学奖。有网友留言，防疫乱象之鸟人。另一位网友评论道，人与自然的和谐，人情繁俗，原始共存。还有网友说，这种根本起不到口罩功能，直接插胃管最好。有网友留言，清明有力健康值得拥有。另一位网友评论道，为世界各国人民在如何正常吃饭与防范病毒之间并举指明了方向，点亮了明灯，提供了可抄作业。还有网友说，不做不死，继续折腾吧，中国韭菜忍耐力有限。有网友留言，这口罩没有用的吧，就是解决心理问题。另一位网友评论道，工匠精神极致。还有网友说，这是对折腾的忍耐程度的检测，折腾到什么程度，老百姓能够忍受不造反，最多发一些怨言，这是维持稳定的科学实践。所以对疫情的防控措施是否科学就不必讲究了，一切为了政权的稳定。有网友留言，所以说当年文革的各种荒谬其实都是有群众基础的，不能只怪一两个领导人。还是一句话，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，国内屁民就是那个屌样，把他们封死也是活该。另一位网友评论道，中国是个神奇的国家，在那里发生文革，大炼钢铁，砸烂孔家店都是必然的。还有网友说，以后中国每人身上挂个吊瓶，每天输点营养液就行了，可以把嘴完全封起来，反正也不用说话。有网友留言，亲自指挥教你吃饭的鸟样。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再见。